说了，你看，你说，他说你，他说你，你喜欢横的我就横的，你喜欢直的我就直的，他是竖的，他是竖的，啊，不是，我有两个名字，一共是十二字，对，还有那个中岳吧，先说竖的，所以到不来的，转一下啊，那这个纸行不行？行啊。都可以啊，包啥？白天自己好不好？你看这块，包啥？你来，来，拿好了，其他拿好了，这个拿好了，来，好，好，包啥啊？别动了，我给你拿鼻子，拿走，好不好？来，包笔，好，老邢，你站在那边，你站在那边，是，美女，你让一下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我们是的吧？哎，你站那边来看你。对，还给你提了吗？关键的照顾，先照顾。对，你照顾一下，不懂照顾一下，行。三哥，你照相来。干嘛照相？照照相，可以。他给我了。这取的挺好的。放心，好。行。弄点水吧。大一点。大一点，你看哪个？弄点水，没有水。倒点水吧。好，就没发。那个也小，都没发。都没发，发一下吧，来。我把你不能那样。压一压就好了。嗯，好，我来压压。那压那个水，那就开始。这个。啊，急，哎呦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不敢当。呀呀。行不行？我走，要写两个你就跟我过去。对，你跟着看。这个句子啊，是我跟那个王先生，我们共同讲，其实是等于是他撰写的。不敢，但是如果加上我的意见。我应该这样讲，不然的话你一定说。这没有知识产权，没关系。好的。我不必写成那个。我不能把他的名字放上，说我应该把他名字还是放在前面，所以还是说这是台湾高伟达，是吧？行，可以。我讲一句。然后这个王总明天拿到县城盖章，今天不盖了。啊，行吗？好，艰辛前程似锦。对，长青与时俱进。好，
别的也好，这写的也好。嗯，高老师教的好。嗯，好。行。就是。转车从台湾跑到这儿要写，我不容易、啊。就是。好，咱们下去吃饭吧。好，能来看，对吧？哎，仓书记没来。仓书记马上到，是吧？好久不见。就是，好了就。